你好，我是施大元。素有韩系手机一个地位的 Samsung 推出了2019年第一款的时尚超薄800万画素照相手机 Ultra Touch S8300。它采用了 2.8 寸超大的 Samsung AMOLED 全光彩高阶的全触控萤幕，比起 TFT LED 萤幕大大提升了 30% 的能见度，即使在户外使用也不反光，色彩更加的饱和，并且更加的省电，这使得 Ultra Touch S8300成为闪送最具代表性的 AMOLED 的机种。 S8300 采用全萤幕的触控设计，只要触控萤幕上任何一个功能，比如像按下键盘就可以拨打电话，或者选择功能表，就可以依照上面的图示以及说明点选任何一个应用程式来使用它的操作功能。除此之外，它也配备了三层式的滑出式键盘，这时我们就要将萤幕向上推，就露出位在底部的按键，这样双重式的输出操作，提供使用者更简单而且直觉的操作界面。S8300既是触控又是一部滑盖式的手机，但它的机身厚度却非常的薄。现在我们用尺来丈量一下，非常刺激的是它的厚度还不到 1.5 公分，仅有 1.27 公分的厚度。这样轻薄的程度，大幅提升了在携带器上的便利性。在向上推开萤幕之后，就露出了鲜明枣红色的机背。在机背上方还有方文格的纹路设计，这大幅提升了 S8300 的时尚质感。除此之外，它的数位相机镜头以及闪光灯也都隐藏在这么美丽的机背上。过去在使用萤幕触控手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当手机一贴近脸部，而脸部就会去点触到萤幕上的任何一个功能。 S8300 就有一项贴心的设计，在萤幕上方有一个两颗小小的感应器，只要当手机贴近脸部之后，我们这时会发现萤幕上的画面就会被关闭，而触控功能也会停止操作。一旦手机在离开脸部之后，萤幕的画面就会回来，而触控的功能同时也会被再启动。这就不用再担心当拨打电话的时候因触控到萤幕上的功能而发生不必要的错误了。在 S8300 的功能表中，有许多非常实用的应用程式以及功能可供你做使用。比如我们要 Google， 你可以上 Google 的电子邮件以及地图，还有呢，包括浏览照片、传送讯息，甚至播放音乐等。而在程式集中，就有一项首次加入的 Share Piece 的功能。而在这项功能之中，你就能够快速的将你手机中所拍得的影像，快速的上传到全球知名的部落格，例如 Facebook、Freak 等等，能够将你所见的美丽影像无时差的分享到网络上来做分享。